全盛天团风音乐。请到非常多的音乐圈的朋友，然后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音乐。没有错。那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到听说被新加坡乐坛封为可能是下一个蔡健雅的女歌手，欢迎我们景安。欢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景安，我是来自新加坡的一位创作歌手。那我刚刚才发行我的新专辑，哇，这个世界的地，好可爱哦，然后送给你们。送给我们，我们这么多人，我们几个，那我们先就你们就切成，先切七块，可以打开来看吗？当然可以，当然，当然可以，对吧？你要不要说说看这个你的这张专辑的一些概念啊？其实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它其实可以很远，也可以很近嘛。那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所以其实我在朋友圈之中，我是比较聆听者这样子的身份，所以比较安静，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跟大家的距离很远，但是我想通过我的歌曲，你是打不开，对不起，这个专辑，我来，打开的概念是，我怕把它弄坏，他专辑比他的人还要紧张，他内向是不是？你要跟他聊一下，紧张 ，OK， 跟他聊，他才打得开，好不好？他是认主人啊，啊，认主人。所以你不是主人啊，只能变成时钟剑。他整个专辑看起来很像一本故事书，很清新，而且是很清新的感觉。对啊，我喜欢就是宇宙啊、星星类型的那些东西，有很多。哎，你们两个可以做好朋友，喜欢宇宙，我也很喜欢，我都是那个手机里面有各式各样关心 APP 的人。没错没错，这个好可爱。接下来我们来的是我们音乐节目嘛，来问一个就是跟音乐有关系的。今天是有下雨，是不是？是啊，我也觉得我的造型好可爱哦，就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我们的设计师百宝袋是不是？对啊，就是有一个，就是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这是地图是不是？这口袋装了好多东西，这是什么地图？钱包啊，这是一个长夹，这是地图，这是那个真的是地图，伦敦啊，对，因为我是英国，对对，去英国读了三年的书，哇，就是专门修音修音乐，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是。都还好，对啊，就是他就是选择一个跟人家不同的道路啦，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也会学到很多啊，难怪你其实还蛮好玩的。是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嗯，他去过很多的国家耶，就是你在台湾也待很久吗？我现在待了半年，半年，对对对，不算久，半适应上都还。其实新加坡的生活应该是跟台湾差不多吧。还是会比较热。其实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语言，对对对，一年都是夏天，一年语言不一样。新加坡不是也是会讲华语，是会讲的，可是我们比较常用英文去表达。哦，对，我们是英文系国家嘛，嗯，对，所以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以英文为主。是是是，在尤其在中学里，就是学习的时候，除了中文，除了学中文，其他的都是用英文学。主要的，他讲话的腔调很好听哎，我是蛮喜欢他讲话。而且我在上网查资料的时候，有查到一个代号哎，有一个最强旋律制造机的代号。哦，听起来很厉害，很强。这个代号是怎么来的？这个是公司帮我取的啦。然后其实，我数所有的，自己上网打自己名字，最强旋律说，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件事情？什么时候的事？就像我们去表演的时候，人家说啊，这团是什么？说哎，我这个团名字。那感觉就像是冠霖会说自己是小方大同的感觉。这是哪来的？我觉得差不多。既然有这个代号，代表说公司一定有发现你有一个这么样的技能。他们可能觉得我就是写歌还蛮多方面的，就我可以把很多我的感觉写成歌。嗯，对对对。然后我最快写的一首歌应该是10分钟或15分钟吧，就写一首歌吗？对对对对，就是在里面就对了。对，就是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10分钟，对，有我查过这首歌的介绍，他说一气呵成就把它写完了。是啊，所以你有就是即兴创作的这个能力，就是
即兴创作应该 OK 啦。那我想，我想要来试试看一个，就是你要，就是你能不能就是一两句也好，有一点旋律，然后是学生听的风音乐，就这个节目的，可以啊，介绍现在就可以吗？这么帅气。就怎么样？是那我直接清唱，我们要给他，因为我词是不行的，就还是旋律 OK。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歌词，给他一个歌词哦。好，那就是。那现在连续都要即兴的。学生，对，然后我都即兴，你要考自己，对，我们自己挖一个坑给自己跳。奇怪，你们有人有想法的话也是可以那个。他其实可以照 Round Down 唱的。你可以是吗？什么什么什么？你可以照着 Round Down 然后就唱这样子吗？唱什么？来自新加坡。哦，对对对，来来来，这周我们请到新加坡这一句，这周介绍自己，哪里？这周。为什么我要说我这样？他这样很怪耶，我要看一下有什么。不然这样子好了，你说你就说你今天来到学生天团风音乐，然后你的心情是如何，然后你是谁，你的专辑叫什么名字，这样子。这很难耶，这很难，太难了。还是就我可以就一两句这样。学生天团风音乐，请大家抖内，非常好看。喜欢的朋友请抖内，这样子好不好？抖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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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样子好不好？这样子怎么样？要看吗？太难了，有点难倒人家。而且即兴是有乐器在，对啊，对啊，比较好即兴。他开始了，他开始，他脑中已经在打鼓了。对，我看到了。你没看他在打字了吗？在我们嘻嘻哈哈的时候，他已经在开始。我在想，那个感觉，那个。学生天团风音乐。今天我很开心，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吉他。可是有，我觉得有啊，可以，我会。对于学生吉他的人，风月，哎，吉他上来不一样了，哎，真的。对于弹吉他的人，没有乐器在手上，很没有安全感，会宕机。对，就不知道怎么写啊，就是我知道那个。可不可以有押韵？可不可以有押？那没关系，我们不在意。他在意，他是音乐人，所以他在意啊。学生天团风音乐，今天你们我想说的是，今天你们请我来，我很谢谢。哦，学生天团风音乐，今天你们请我来，我很谢谢。有押韵了，对啊，有押韵 ，OK， 可以。有很勉强的押到，不是我的，是他的，有他的，麦 ，OK。听起来是有。我今天心情很棒，耶，这样又押到一个。对，又一句。学生天团风音乐。我今天心情很棒耶！呀，有点厉害，我觉得很不开心的感觉，可以再升 key，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很棒，真的就是来这段集，因为我们谢谢其实我们有时候听即兴哈，我常常听到另外那个主持人，他们的即兴都是不知道在干嘛的，我就觉得我绝对不说那个明明就的那个即兴都会，我在还好啦，没有了，不一样，对，我觉得很棒，谢谢谢谢，谢谢，没有，是在新加坡学中文是用罗马拼音还是用注音简拼还是用罗马拼音还是所以你来这边之后。就是知道大家用那个注音，你会觉得很神奇。就我就是看不懂，就是有时候就是传简讯的时候跟你要组成一个国字，因为其实除了台湾以外的都是用罗马拼音，对不对？就我是用罗马拼音打，可是有时候会有人传，就是注音给我，不小心传到，那是国际文啊，我就会就真的是看不懂，就好像日文啊或者韩文啊，对，很期待。好啦，我想专辑里面对啊，刚刚他这个小小的一个即兴，我就觉得哦，来直接来听一下他的歌。好，这一首歌你第一次要第一首不是第一次，第一首要唱的就是同名专辑的同名歌，十分钟的嘛。对对对，我们听完之后，然后你再来讲一下这首歌怎么样。好啊，来欢迎这首我来。我和这个世界，耶！我和这个世界是。夜晚黑的深，
最遥远的你是否为我开着灯，让我随时朝你狂奔。我站在这里，整个世界的距离，在下一秒的我是否还能对着风唱歌，是你让我看见永恒。星空，爱陪我翱翔自由，是你让我飞向无边无际的尽头。跟弹吉他的那种不太一样，感觉，感觉，香港人，香港人，你是香港人吗？不是，不是，没有啦，因为弹钢琴会有一种比较安静，比较怎么讲，心情很平静的感觉，然后吉他就会有一种比较活泼动态的感觉，就不太一样。OK OK， 很好听，而且完全听不出是十分钟内创作出来的作品。嗯，他完，谢谢。他是不是十分钟写出来，但他编曲编了两年了。后置很长的，时间需要一些时间。你要不要说说看这首歌？这首歌其实是在讲思念家人的歌啦。那其实我是在英国念了三年的书，所以我想到的是那个时候的一些感觉。那时候我是一个人去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都没有什么的，就依靠好像突然间没了。对，然后是啊，然后有时候跟家里人视讯的时候，就断掉的那个刹那，就会觉得哇，我就对，你现在讲我就好想哭。对啊，所以现在也其实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在外面，还是一样离乡背景在。是。那你就大概多久回去一次？大概多久？就我过年要回去啊，过年有回去。对。然后新加坡也是过农历年吗？一样。应该是对，真的、哦、跟台湾对，只是你们放很多假，然后我们也很少。我们没有放很多假，我们是人家自己请的。哦 ，OK， 你过年打开节目还是看到我们这些，我们也还在这里。所以我有辛苦了，辛苦了。所以还有感觉，就是说年不老回家过年。Oh no， 没有啦。所以你们那边过年会有包红包的习俗吗？有包红包，也会围炉这样子。围炉一起吃，大家围在一起，有，只是我们有一个不叫围炉，你们会有年兽吗？什么是年兽？大年兽，那个其实不是重点啊。刚好过年要到了，那你们会放鞭炮啊？我们不会，我们不准放鞭炮。那你在台湾也
有机会可以那个玩一下仙女棒。偷偷放，人家过年就要回。就要回新加坡，对，还要过年。我说提早玩啊，玩。哦。提早玩会被抓，你知道吗？是吗？对啊，因为不能放烟火。是那个季节可以有那个。不能。其实那个都不是重点，你知道吗？那些都不算是今天的重点。不要乱教人，等下出去放然后被抓了。好啦，是你都认为教的。我有在看 FB 嘛，然后我就是之前几天就在滑的时候，我就看到说，哎，你拍了很多跟大自然有关的照片。哦，对对对。所以表示你是不是很喜欢亲近大自然？我很喜欢，就很喜欢去爬山啊什么的，喜欢爬山，就没有到登山那种等级，但是就喜欢去。我觉得从就是山脚，对对，叫山脚，对，山脚，然后爬到山顶的时候，就我觉得它是一个过程哦。然后就是虽然中间会有点辛苦，然后会很难爬、啊、什么的，但是到了山顶的时候，你看到风景，就会觉得好像做了一件事这样子哦。我就对我还蛮喜欢的，比喻到自己的那个在创作的一些会有是成就感，就类似我做得到这个东西，那其他的东西我也做得到。说实在，其实蛮惊讶，因为你看起来不像是对，不像会运动的人，你很文青，对，还好，还好，像是会在咖啡厅坐着，坐着要看书啊。他感觉是我去登山，他就在登山三角的咖啡厅，对，喝茶，听听轻音乐，然后摸摸小猫咪这样的感觉。我很喜欢飘猫咪，真的呀，我也是猫奴哎，猫奴哎，养猫有养猫，真的吗？那我们请冠霖唱《学猫叫》给你。不要忘记。那我问你，你在创作的时候，你的猫会不会就爬到你的？我没有猫咪，我没有猫咪，只是很喜欢，只是很好。哦，那你就是因为还没有养，所以你才会喜欢。那你可能养了就不喜欢了，这样。不要，我不知道哎。不要，不是这么说的。尾巴有神经病。因为没有，因为你看它一下子跑这边跑那边的，它也没有办法，就是带着猫咪到处跑，对不对？对啊，对，比较难照顾，猫咪没有办法。我是觉得就是应该要，如果真的要养的话，应该要去领养啦。啊，没错。对对对，领养代替代替购，对对对，有爱心。对啊，那我想要问，就是因为这张是全创作专辑嘛？是，对。那你在创作的时候，因为你很会，就写歌写很快，那你有一天最多可以创作到几首歌吗？灵感满哦，一天哦，有时候可以到三首吧，三四首完整，就曲的不用再修改的那种。就不是到很好很好很好的那一种啦，就有时候是雏形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有灵感来，一副歌就写好了。是是是，而且有时候是我之前有录到的东西，然后我可能就是就把它突然又有感觉，是是是，想到什么赶快录起来，对对对对，然后把那个 idea 然后变成一首歌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就蛮快的，就有时候还是会有就是遇到瓶颈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还是你觉得你已经就是遇到不能写下去的时候，那你应该就是把它放一边。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对，去爬个山，去爬个山，对，去爬个山，去爬个山，搞不好爬个山，回来咖啡，对对对对，因为你大脑会就是自己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自己先放掉一些压力，是是是，好啦，既然弹吉他弹那么久，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玩一下我们很常玩的接歌 ？OK， 我们用吉他来玩一个游戏，这个应该是你擅长的了，对，真的，等一下。很棒，我们都会被打倒。常会唱别人的歌吗？不是走还是会的，还是会，还是会害怕。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好，可以耶，我觉得你可以。那这个游戏就简单了。对，等一下，第一个就直接唱还是会。把它撑掉，好，让他接。你的吉他，那郑伟老师也要一起合作一下，一起合作一下。郑伟拿了吉他，郑伟要坐哪里？见一下啊。那这个郑伟坐这是？郑伟拿了吉他，然后就在外面弹，然后外面会帮你收音呢，好可怜的感觉。我去那个国泰哥那边好了，郑伟，你找个位置，郑伟拍不到，要不然坐过来一点，让郑伟你坐中间了，让我们两个坐一起，坐中间。OK， 好，这样就好，这样就好。那我们这个游戏呢，就是你等下弹一个旋律，你们弹一个旋律，然后我们就是要唱流行歌进去。哦，好 ，OK， 那我们就用最俗套的进行吧。什么俗套？最俗套，最经典，最经典，最俗套是什么？你待会唱什么歌？我跟你讲，不要讲，要讲实话，你只有这个旋律我们会而已。
来试试看，来试试看。五六三四一二五，刚是歌词是不是？六三四一二五。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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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那我们从你开吗？你们要先，你们两个要，你们要合作一下。需要我 picking 好了。好。哦，好好玩哦。哦，好酷。我先啊，我先啊，不好意思，我还没想到，等一下，下一段啊。不要每次唱一样。成绩有了，成绩有了。你先不要唱，你先不要唱。好，抛弃你，抛弃爱，抛弃的为他醉，忍住为爱。我以为是成全。你却说你两天不愉快。不行，先别走啊！这个节奏先接下去了，好不好？等一下来一个从头。好。好了，换我，来个搜寻。爱情它像流沙，我不挣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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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的流水，你的眼睛依旧像。哇！没想到。你的歌你唱，我想对你说，别害怕，多久走。喜欢你，再一首，再一首。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们歌太少了吧？太快。你想不想？你不会唱？应该是快一点的，对。每次都觉得你要模仿那首。要慢一点。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哦。你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我在陪你走一回。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从头再接一个，来，好。不愿意，还有还有，这什么歌啊？创作曲吧，创作。想念，相信爱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冻结了时间，冻结初遇那一天，冻结了爱恋，冻结吻你那瞬间。我是疲倦，你在身边。给冠霖唱一下。
好高、啊，太高了是吧？没有，失去你。是要结束吗？还是还要再嗨一次？反应很快，对，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哎，景安真的只要一拿到吉他，整个人都活，就是比较对着吉他你整齐抱着他，是不是很有安全感？他就是我伙伴。他就是，那你会给他取名字吗？不会的。你有帮他取名字是不是？其实没有。那你讲的好像你有帮他取名字一样。没有，之前有来宾就问他，就好像会取名字啊。真的假的？取什么？但我会跟他说话啦，是真的。哎呦，对啊。你跟他说什么话？你就跟他聊什么？就是你等一下乖啊，不要错这样子。聊时事议题之类的。正常啊，正常都会这样子。我会帮他擦澡啦，帮他擦一下。对，上油啊，上油。今天很漂亮的样子。你要抱着他吗？是 OK 的。看你们啊，我可以不抱啊 ，It's OK。只要你开心就可以，我们很 free 的。我怕你们就是不会，你没发现我位置给你特别大，谢谢。因为景安的小吉要坐这边，我帮你取好了。小吉，对，景安的小吉要坐这。小吉，很那个，小吉要抱，感觉很就过年的气氛。大吉小吉，对啊，小吉至少大吉了哈，大吉大吉。为什么？相对论吗？不是写给他，是因为就是用他的相对论来做一个爱情观的比喻。这是好帅，对对对，就是黄婷老师他写的词。哦，词是啊，这个爱情是讲情人的那个爱情吗？他好像是大爱的爱情，因为对他就在讲，就是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相对的，是就没有白天，也没有，也不会有黑夜，没错，对对对。那其实有时候我们遇到挫折还是怎样，就好像很大，就是占据我们全世界一样，是。但是如果我们去想十年后我们去看这件事情，可能就会变得很渺小。嗯，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用爱的方式去拥抱所有的困难或者关卡，就会很好。感觉很励志，听起来可以用爱发电的感觉。用爱发电，用爱发电。好了，那我们先来听这首《爱因斯坦》。耶，欢迎请来。思想千年，书本一页，宇宙无限，流星昙花一现，天上人间，回身一瞥，追逐永远，停住眼前。斯坦看穿时间，也看不穿爱的亘古语言，风流云散，谁能幸免？说了再见，还会再见。我在理想与现实
歌的曲风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会知道说，哎，原来你整张专辑的那个每一首歌的那个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就是可能多面向的我吧，就是让大家知道我开心的、不开心的、难过的。对对对对对，可爱的，很可爱的。我觉得他很可爱，他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可爱。他很像，他很像一个就是小动物的那种，感觉很像与世无争的感觉，对不对？对。我在听第一次听他歌说，哇，好与世无争哦。对，然后听他唱歌也是，好与世无争，就感觉旁边就会有一个标题，就是请勿拍打喂食。那是动物吧？对，小动物，小动物保护区，请勿拍打喂，就很想要保护他的那种感觉，要保护在他的宇宙里这样。对。因为我一直想到那个小王子哦，造型像有一点像，然后跟那个感觉看到他觉得很平静哎，对，就是有一种平静，说哇，他现在旁边就很安静，就会睡着，睡着了不会啊，没有啦，你自己想睡觉，不是，就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在他旁边会很紧张的。哦、oh, ，对，但是在压迫感是会很爱很舒服的，对，很舒服的，那就好。好，刚那首歌介绍完，对不对？对，介绍完了，相对论嘛，大那个爱，而且很爱因斯坦，用爱发电。因为相对论这个用这个做歌词其实很有趣，因为相对论意思就是说，其实时间不是存在的，它是我们定义它才存在，其实是没有时间，没有任何的流动的，就像静止的水一样，就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包括时间，是不是很有深度？有，突然间觉得，我突然间有一点就是不太适应，因为我突然间觉得井冈很有深度，对，井冈很有深度，很有深度，很奇怪。然后难得讲了一句，对他难得讲了一句，你干嘛讲？他自己都被自己感动到哭了。难得讲一句，真的，你看你的那个能量很强啊，让他就是今天可以好好的说话。对，平常都乱讲话了。所以你又常常来坐这边，好不好？常常来玩。我们就已经讲爱因斯坦。OK， 我们刚刚听的两首是你的专辑里面的歌曲。是。那接下来你是不是要来挑战一首，就是一首 cover 歌？好啊，好啊。那这首 cover 歌是。蔡健雅的达尔文。哦，爱因斯坦完毕就达尔文。下一首要什么？下一首可能是李白啊。达尔文怎么会想要 cover 这首歌呢？他因为我从很久以前就很喜欢这首歌了。那他也是就是我的，蔡健雅算是我的学姐啦。学姐。对对对，我们是同一个中学出来的。哦。所以哪个中学？我退学去读一个。年纪可能超过了，都出这种厉害的人。其实说不定也只有蔡健雅。蔡健雅还有景安呢。那你在学校会听到就是什么学姐的一些什么小故事啊？就他之前有来宣传啊什么的。对对对，然后。对啊，就是很以他为荣，然后视他为偶像这样。偶像哦，对。会接下来你的学弟妹会以你为偶像。对啊，换你们回去宣传。对，换你去宣传你的专辑。好。那我们听。我们先带来这首《达尔文》。懂得永恒得要我们
首歌边弹边唱很辛苦，这首歌超难到爆，因为他那个垂钩啊，然后你还要加唱歌，那个呼吸，如果你太重其中一边的话，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你嘴巴打结、哦。他心想说，原来有这些问题。什么都没有啊，奇怪。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慢歌比快歌还难唱，揣摩。对对对对，揣摩，就是因为快歌其实你有时候可以比较容易就带过，可是你在唱慢歌的时候，你的尾音、你的细节的部分，对，会被放大。可是唱歌很强，很多细致的东西修在他的音里面，非常非常漂亮。而且，我跟你讲，这就是他与我们的距离了。对我来说，应该还好。不是，叶大妈，你老实说，是不是觉得其实还好？不是啊，你谦虚了，谦虚了，谦虚要不敢讲，他怕伤到老师的心。他说蔡健雅这么多歌曲，为什么你选择达文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他对啊，歌词啊，就是进化成更好的人，我觉得都是大家应该要做的事情。既然大家都今天都，大家有办法进化，觉得我很有学问，我要跟大家讲，你要讲，你要没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人类上面是悖论，它是没办法成真的，对，因为没有东西可以从几千年、几万年就进化到从猴子变成人。你确定观众想要知道这个吗？我没有，大家今天这么文青，没有这么有深度，我都没有深度，欢迎收看学生 Discovery， 学生 Discovery。要不要一起？我可以。有兴趣是不是？你有兴趣啊？讨论是啊，非常有兴趣。真的，变进化论。一般对啊，你们都不会觉得不算了，我就会歪掉。所以你对于科学这些东西，你是非常非常有兴趣。是啊，我会去看啊，就是厉害哦。就关于外星人啊，真的存在还是不存在？所以你相信外星人存在？所以你知不知道我们是外星人？我们是外星人留下来的。我是冥王星来的啦，我跟你讲，我的天哪，第一次有人跟我们聊这个，相信外星人真的存在，对啊。啊，我也是相信外星人存在，我觉得是不可能不存在，对对啊，只是我一直都觉得说外星人是在观望我们。他在远处看着我们在干嘛？是他太厉，他会不会太无聊？我觉得他们的科技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发达。对对对，这是有一个可能是这样。我们应该是原始人之类的吧？对，他可能觉得我们是原始人。因为其实我觉得最猛是那个麦田圈这件事情。麦田圈，麦田圈就是那个麦田圈，麦田不是麦田圈的，就是画很大的图的那个，在麦小麦的那个田，是那个是人做不到的，那个是其实在进化论的悖论，人做得到的吗？好像是，对，有一个很大的东西，就是因为好几年前就已经有出现现在的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你怎么可以说人以前是金字塔？金字塔，而且我之前也有看到有一篇报道，他说不知道是哪个地区哦，有一条直线。但是我们现在看就觉得它不是歪，它是歪曲的。但是你从很帕斯，对对对，从高处拍，它其实是一条直、很直、很直的线。它好像是 NASCAR line， 是不是？哎呦，果然有研究，就觉得说，这不可能，人不可能画得出来那条线，因为它有山啊，有高山，有什么？怎么可能这么直？空拍都很直。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等一下去找亚特兰提斯。他可能在海底啦，好不好？他可能在海底。有写过类似的。对啊，这个科学的歌词这样子，就其实爱因斯坦这首歌一开始也不是说天马行空啦，因为我那个中文没有很好，所以其实我写的时候都是用英文的啦，所以英文有这样子的歌，可是就可能就变成翻译过来就有点不太一样，是，它英文大概是类似什么东西的，就会去探讨就是就生命是从哪里来的之类的。请看有没有机会，就是听听看你现在把它用副歌变成英文，你记得歌词吗？你说爱因斯坦？对对对。不是，他不是英文的，爱因斯坦叫宇宙光。他说其他歌，对对对对。探讨生命的起源的是吗？可能就是生命的起源，感觉有点恐怖这样子。因为他只要上英文，他就感觉很深奥，因为我们看不懂。对啊，英文是这样子，是。好啦，我们讲了这么多跟科学有关的，我们来听景安唱一首情歌，好不好？还有跟科学没有关的。对，跟科学没有关。你怎么知道他这首跟科学没有关系？没有，爱情这东西是科学没办法解释的。是吗？是吗？应该吧。科学来解释。那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就来听听看景安怎么说。好好好好好。
爱情这个部分，你觉得跟科学有关吗？下一首歌叫做《在意》，是韦礼安的一首歌啦。嗯嗯，对。然后其实这首歌，它是我觉得它跟我很有共鸣。嗯，因为它其实表面上在说的是一个暗恋的故事。嗯，但是它，我觉得它在歌词里面说的就是在意你的眼光，在意你说的话。嗯，那我其实，在写歌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想，哎，我写这首歌会不会受欢迎？然后我听的人会不会觉得有受安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是在讲这个，我觉得对他的那个见解就是他是在讲，对，所以我觉得很有共鸣，所以我唱这首歌的时候会感动这样子。哦，好，那我们先请景安带来这首在意。微笑和点头，我没有太多的奢求，只希望你也可以懂我，在意你的眼光，在意你说的话，笑容说一点谎，在意说过的话，在意没说的话，在意你的眼里我的模样，在意你的眼光，在意你说的话，为了你的笑容说一点谎，在意说过的话，在意没说的话，在意你的眼里我的你今天跟他怎么样？韦礼安怎么了吗？为什么要这样子？你们一直想要问，一直想问，就是有没有跟科学有关系？我想他应该就是跟韦礼安有关系。对，对，乐色话。很喜欢，也是这样子，这样子。对。也是种比较清新的感觉，没错。韦礼安也是很文青的一个歌手啊，他一个很有一个很学生风的感觉。对，他也是一个感觉像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一个人，我觉得应该是吧。嗯，对啊。所以跟你的风格有一点点，一点点会打动到创作人，他们的出发点都有点类似，想要打动人家的那种感觉吧。对，好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景安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我们先就是跟大家讲一下，你最近有什么公开的活动啊，或者是你的讯息？我其实从二月到五月会办一些巡演的那个演出，对，然后。这是我的专辑《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然后在数位平台上都可以买得到或者听得到。嗯，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可以到我的 FB 去 follow 我，我的名字是景安，锦绣的锦，安全的安。然后，对，我的 IG 是 CHENGJINAN。对，对。那你最近有什么公开的演出吗？就。2月15会有一个小小的分享会，这样在哪里？在松烟文创区有一个小那个书店，月月好像是叫。哦，你好适合出现在那边。对，你好适合出现在成品书店里面，然后会不会哪天想说在山上办一个音乐会，就是粉丝要听你唱歌，得先爬山，要先经过这个过程，才看得到，才可以看得到景安。我觉得我的那个
团队的人会很生气。他们要去侧拍，不是？我们还要下棋，下棋。好了，今天很开心你来玩，那下次也希望你可以再来玩。好的，我也玩得非常开心。好，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秋天的风音乐。然后，如果我们这边有非常会唱歌、有趣的，大家都是玩音乐的朋友，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Music 那些事的官网上报名。对。好，感谢。